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啊。毕竟你买 BMW 买房车的话，你要它的空间，你要再买一台。那如果买 SUV 的话呢 ，S5 太贵了，可是 X1 呢，它有大概 SUV 该有的功能都有。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也失望，因为它从原本的后驱变为前驱。当然，如果买 25D 啊，它还是四驱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售价。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 X1 S-Drive 20i， 它的售价是205万。但是这台车在外观、在内装、包含了车顶的全景天窗都是要选配的，选配的价格加一加，大概要230-240万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全新改款的 BMW X1， 我们试驾的车型是 20i 前轮驱动的车款。其实 BMW 大概在3系列也好 ，1 系列啦，甚至包括 X1、X3 啊，他们大部分都会用 S-Line 或是 Sportline 来区分两台车外形上最大的差异，它差异有几个：第一个，渗井水箱护罩内件的材质；第二个部分就是在雾灯座附近呢，会有一些金属的饰条，或者是黑色的饰条。头灯的配置这一次改了，第一个远近光都是 LED， 第二个有 LED 的圆形的日行灯，但是方向灯、雾灯还是传统的灯泡。那整个车头的造型呢，其实和上一代比起来，我觉得这一代的造型慢慢的跟它其他之前改款的一些 SUV 车型呢，有走一些家族的风格。看起来车头跟上一代比起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其实可以不用去参考，因为我对于外形的审美通常都比较不及格。但是我觉得这一代的 S1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轮圈的配置标准应该是17寸，不过这一台车有选配了18寸的轮圈，它正确的轮圈尺寸包含了 18D， 应该是 225/55R17， 只有在 25D 四轮传动的部分才是 225/50R18。不过这台车选配了18寸的轮圈，它的轮圈尺寸一样是 225/50R18。整个车侧的造型呢，最大的差异就是轴距还有车身的尺码变了，轴距变短了。那后视镜上方一样整合的方向灯，这是最大的改变。以前的 BMW 打死不把方向灯整合在后视镜上，现在改了。慢慢的，比较新的 BMW 车型呢，也改为这样的设计了。有一个全景天窗，这个天窗也是要选配的。上一代 20i 是有全景天窗，不过这一代被拔掉了。然后后面有个鲨鱼鳍的天线。然后在车侧的部分呢，门板下方这个浪板的部分呢，来分辨它是哪一个等级。如果是一般的 S-Line 的部分呢，它下面是一些金属的材质，像我们之前试驾这台车，它下面是铜色的，不过在轮毂以及在浪板的上方呢，还是有一些防刮材质的一些设计。车门并没有感应钥匙，不过它有引擎的 Keyless 的启动钮。现在 BMW 在车尾都不会写一些引擎或是车辆车型的代号，顶多就是一个车型 BMW S1， 这样看起来车尾会比较干净一点。上方一样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压尾，有一点空气力学套件的一些功能，然后内建的第三刹车灯，尾灯的排列除了 LED 光条，其他全部是传统的灯泡。那在保杆附近呢，有大量的一些防刮材质，加上一些银色的一个雾银饰板的点缀，排气管是双出的，两个排气管中间呢，还有一些小小的老流设计的点缀，不过我想这个功能应该不是很大。这具引擎呢，跟上一代比起来啊，其实并不是同一颗啊。第一个压缩比变了，第二个排气量也不一样，第三个当然就是最重要的，马力和扭力的数据也不同了。它的排气量是 1998cc， 最大马力192匹，在500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280牛顿米，在1250转就可以产生了。搭配的变速箱跟上一代一样，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极速225公里，0到100加速7.7秒。那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原厂所给我们的油耗的数据。不过因为它变速箱的本体呢，压缩比不一样，加上搭配的变速箱一样是8速的手自排，油耗表现我们等过一阵子啊，原厂才会给我们数据。目前我们这边看到的数据呢，还是空白的啊。不过有上一代的数据可以参考，跟上一代的差异应该并没有很大啦。不过打开引擎盖，你看到它有油压顶杆。第二个部分呢，看到引擎室啊，你会觉得有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它怎么没有那个机油的量尺？现在 BMW 全车系啊，几乎全车系啊，包含的 Mini 很多都没有机油量尺的。你如果要量机油的容量，
要在仪表板，就是那个 iDrive 上面那个萤幕呢去做设定，大概花个三分钟，它就可以自动帮你量你现在目前的机油的容量。接着我们打开它的尾箱，虽然拔掉了全景天窗，不过多了电动尾门。很多人可能比较喜欢电动尾门，可是有些人更喜欢全景天窗，像我就喜欢全景天窗。整个尾箱的设计有一个重点，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其实这一代的 X1 不管是轴距不管是车长都变得比较小，包含了车重也变得比较轻，可是它的行李箱容积却放大了。原本的标准行李箱容积只有420公升，现在变成505公升。如果你把424分离椅背倾倒之后，原本是1350公升，现在变成1550公升。我想最大的差异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后行李箱帐板的下方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置物空间，原本要放备胎的，不过现在备胎都取消了。第一个它有湿下去跑胎，第二个也会付你补胎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这个空间呢，我想就是因为后行李箱空间容积变大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加上还有很便利的64分离椅背倾倒，虽然并没有在这边有一些拉杆可以做一些比较便利的倾倒，但是它倾倒方式其实还算蛮便利的。然后后方这边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加上它整个地板的平整性表现其实还蛮好的，以及有很便利的电动尾门。接着我们坐在后座。它的发泡棉你看非常的硬，乘坐起来支撑性很好，可是真的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像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你坐在这边啊，舒适性会比较差一点，可是支撑性还不错。中间地板有一些鼓起的面积，不过还可以接受了。这次多了冷气的出风口，有两个冷气出风口，下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椅背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膝部空间的一个拳头接近4个指头。头部空间的表现就很好了。SUV 头部空间表现还是不好的话，这台车不要卖，大概一个拳头以上，加上全景天窗。不过这天窗也是要选配。你看它室内灯全部都是 LED 的。包含的门饰板上面有一些车缝线，因为它这台车有选配音响，所以在后车门这边有两个音响的单体。它的椅背呢可以做424的分段的调整。不过它的椅背的角度是不能调整的。后方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以及这边有个扶手，能够打开内件两个杯架。这个跟其他的 B&W 车机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介绍它的内装，启动引擎，它有引擎的启动钮。整个梯子造型的设计呢有一些改变，尤其上方的萤幕加上一些饰板。不过最大的改变呢其实是驱动方式。我先讲它的被动安全，全车系6G 气囊，循迹系统两段式的循迹系统。在排挡杆旁边这边有个 OFF， 这个按钮按下去第一段它就是简单的牵引力系统的解除。第二段按下去之后大概后的5秒钟，它整个行驶稳定功能全部会把你解除掉。所以它的主被动安全呢基本的都有，可是除此之外啊，其他在欧洲当地啊，很多包含了跟车系统啊，包含了车道偏移系统啊，包含了车侧的盲点系统，这些有的要选，有的连选都没得选。那这台车在内装上有几个选配的套件首先第一个就是萤幕上方这个原厂卫星导航搭配的抬头显示器，这个抬头显示器它可以显示你基本的一些音响资讯的显示，包含了时速，如果你把导航设定好目的地之后它还有目的地的一些导引的指引。这个抬头显示器是可以透过这个 iDrive 来做关闭的，你关闭之后呢，它原本导航显示的资讯就会跑到仪表板下方变成单色的，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用的配备。另外还包含了双前座的跑车座椅，这两张座椅除了大腿的支撑延展是手动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电动的调整，包含了驾驶座有两组的电动记忆装置。另外它的电动腰靠的调整方式其实并不是传统的从你的腰后面去推你，而是两侧有夹紧的功能，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加上大腿的支撑，所以坐在这张座椅上面比我们之前介绍六系列还要舒服，而且它的包覆性反而还更好。其实 B&W 的座椅的发泡棉的设计都偏硬，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找到 B&W 车上乘坐那种舒适的感觉，你真的要选配
舒适型的座椅，可是那座椅非常的贵。停车场下方呢，这边就是音响的一些开关，还有双区的恒温空调，这个都跟上一代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上方这个天窗，这个天窗也是要选配的，不过在上一代20i是标配，这一代变成选配了。然后在下方这边有很多镜面的烤漆的饰板，前面有两个杯架，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置物空间，以及这边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变速箱造型并不是很好看，而且塑胶感很重，然后搭配的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方向盘后方有非常好用而且非常棒的一个换挡拨片，尤其你在山路行驶开着 X1 的时候，这个变速箱的拨杆啊确实是可以派上用场。然后旁边有循迹系统的开关以及三段模式，这三段模式呢， ECO 模式呢主要是在高速公路行驶或者是你市区行驶的时候呢，有停车熄火的功能，加上它的换挡的时机会比较快。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舒适模式，舒适模式主要就是电子避震器，包含了引擎变速箱，包含了方向盘的辅助呢，都会变得比较轻、比较舒适一点。另外还有一个运动化模式，然后后面有停车雷达的开关，因为它有倒车 CCD， 当你先打到倒档的时候，它会启动。当它启动倒车 CCD 之后，或是你旁边按这个 P 钮按下去，其实第一个选项就是停车辅助系统，它有自动停车的功能。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拨的方向灯就可以选择你右边或左边停车。然后后面有电子手刹车的开关，不过很可惜，就是在这个 P 钮和手刹车开关这边有两个空白键啊。我想这应该是一些更高科技的主动安全的按键，包含了电子手刹车后方也少了 Auto Hold， 这个我想也是要选配的。然后旁边有 iDrive 的控制旋钮，它的旋钮的布局和一般的 iDrive 是一样的。你只要看到 iDrive 这个旋钮是大的，它就一定有手写的功能。然后在后方有一个置物空间，里面有一个 AUX 一个 USB 的一个插孔，然后上面有一个可以调整角度的一个扶手。打开里面啊 ，B&W 每一台车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配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配备，就是这个电话的一个基座。这个基本上在现在已经是用不到了，不过它还是每台车都有配这个配备。仪表板双元色设计，下面有一个彩色的资讯幕，它可以显示你的基本的里程油耗，然后在转速表下方可以看到瞬间油耗的一个刻度。那这个瞬间油耗的刻度啊，有些 B&W 车系呢是每行驶100公里需要用到几公升的汽油，可是在 B&W S1 上面呢，它可以直接显示一公升跑多少公里，所以它的刻度多少呢，如果你的显示的方式呢是每行驶100公里要用到几公升，还有每一公升可以跑几公里，它两个刻度的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灯雨刷都有自动启闭，在传统方向灯拨杆旁边这边就可以去切换。仪表板中间这个资讯幕包含了水温啊、可行驶里程，然后现在的时间、今天的日期、平均油耗、瞬间油耗。方向盘后面有换挡拨片，它是三幅式的一个设计，左边就是定速和限速装置，不过上方和下方少了两个按键，这两个按键就是跟车系统了，跟车系统和车道偏移系统的开关，这台车没得选。右边就是音响，还有蓝牙接听电话的开关。那这台车在内装上还是有些选配套件，包含了真皮内装了，79000块。互联驾驶，互联驾驶它是半套的，你只要按下 menu 之后，这边有个互联驾驶的选项。比较高阶的互联驾驶呢，在 B&W 应用程式连接辅助这边，你只要按下去之后，手机跟它做连接之后，你可以下载很多的 app。不过我试过，这 app 其实基本上可以用到的大概就一两个。然后另外一个选配的套件就是音响系统，这套音响系统选配的价格是50000块。这一代全新的 X1 有几个比较大的差异啊，尤其跟上一代比起来，第一个当然就是从原本的后驱变成现在前驱。如果你买柴油，当然还是四驱啊，可是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会买汽油。前驱和后驱的差异有几个，第一个像我们现在上坡，上坡比较明显，你油门踩下去之后，一个是前面在拉，一个后面在推，尤其你在弯中油门踩下去的时候感觉最明显。可是如果是在一般平路驾驶的话，或是市区行驶，它的差异其实并没有很大。第二个部分就是轮胎的胎压，我们刚拿到车的时候34，现在降到32，可是还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出车辆一些跳动，这个跳动其实并不是不舒适的，虽然它有三段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设定，你如果今天把它拨到舒适，它的避震器也好，它的方向盘的辅助的力道其实和运动化差异并没有很大。
可是它舒适只有一段，它不像有些车是两段，那运动化也只有一段，也没有 Sport Plus。那我们也讲舒适和运动化这两个差异，方向盘也好，避震器的反应也好，避震器差异比较多，就是当你遇到坑洞的时候，它的弹跳还会有一个很空的一个不是很舒适的声音，可是你如果拨到舒适，这个声音会不见。那我觉得四驱驾驶舒适其实就够了，但是你拨到运动化模式的时候，它的变速箱会降一档，甚至你在怠速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出它的转速会稍微高一两百转。接着就是方向盘的转向了 ，B&W 不管你做前驱、后驱或者四驱啊，方向盘转向的准度确实是其他车系甚至它的竞争对手来比的话，我觉得 B&W 在这个部分呢，今天就算是一台前驱的 SUV， 它的转向的整个功力也好，甚至转向的过程，以及你在弯中，你不需要再多修方向盘了。只要你能够掌控好它转向的齿比，大概就是一次你就完成你的转向了。这个在很多车型上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去适应，可是在 B&W 这个部分也都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座椅，整个座椅的包覆性比我们之前在试轮胎的时候那个六系列比那个还好。这套座椅你的臀部可以伸伸到座椅的最内侧。第二个部分就是它没有电动腰靠，可是它有电动两侧的夹紧，再加上它大腿的支撑呢，也是刚刚好的哦。以我的身高来说，所以你坐在这台车上啊，虽然它是 SUV， 可是你没有 SUV 开起来的感觉。再加上你的坐姿也好，方向盘的转向呢，都非常的灵活。我相信这是 B&W X1 和其他对手最大的差异。未来我们也会试像宾士的 GLC、GLE 啊，甚至奥迪一些新的 SUV 车型。可是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在试 B&W 的 SUV， 不管是 X5、X3 到今天 S1， 它每一台车在驾驭的这个精准性的部分呢，确实还是同级车里面最强的。那最后一点就是配备，大概是台湾的消费者已经很习惯了，你只要买双 B、买 OD、买这些德系的 SUV 或德系的房车啊，都很习惯，就是它就是贵。也习惯就是它贵，可是配备都没有来得很齐全，这个已经大家都习惯了。既然消费者也习惯了，原厂也就习惯了。你看很多，不管是排挡杆附近的按键啊，甚至方向盘上面的按键啊，有很多都是要选配，甚至你选配都没有得选的。你再看看其他的欧系品牌，我们讲 Volvo 好了， Volvo 在几年前就已经有 ACC 的跟车了，已经有前方移动物的侦测的警示啊，包含了自动刹停了。可是到了现在啊，现在是2015年啊，你的很多配备啊，连选都没得选，或是选起来都是天价。可是 B&W 也好，宾士也好，甚至奥迪也好，你有些东西真的要把它选齐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一个车厂所带给驾驶者的，不管是乐趣，或者是科技感，甚至整个产品的成熟度呢，才能够很完整的体验。可是到了今天，你现在看 B&W 也好看宾士也好，每一辆车甚至到1000万的车子也是一样，有些配备跟国外比起来还是差一大截。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啊，消费者也没办法去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有一天消费的取向变了，变的就是你这些配备没有来很齐，我宁愿去买一些二线的欧系品牌，因为它的配备是给的很齐全的。可是这些二线的欧系品牌呢，对很多人来说就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没有办法去衬托你的身份地位，或者是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台非双 B 的车型？车厂吃定了消费者，消费者只能永远跟着车厂的策略走。最后一点就是行驶过程中的隔音啊，而隔音下来都不是 B&W 的强项，不管是轮胎滚动的噪音啊，遇到坑洞啊，轮胎和整个地盘传递到车室内的一些共振啊，还有一些不舒适的声音啊，在 B&W S1 上面啊，其实还蛮明显的。B&W 大概就是要买到大七啊，才有那种很舒适、很宁静的那种移动品质。其他车系啊，五系列勉强还可以啊，可是像这种 SUV 车型啊，大概我相信消费者很在意的，大概就是它的整个操控性能很棒。底盘和变速箱的反应也很好，尤其这一代还是一样维持八速的变速箱啊，整个换挡的整个衔接性表现没有问题，而且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呢很好用，不管你是在 D 档或 S 档，你都可以马上很直接的
透过拨片呢进行升档和降档，它的自主性很好，而且它的容许的转速区域还有时速区域都非常的广，也就是说你就算时速40，硬把它降到一档啊，大概过一会儿它真的给你降到一档，所以它自主性很高。但是就是这个行驶过程的这种，你看像我们现在胎压已经降到32了，像我们在五指山，你碰到一些坑洞路面啊，没有坑洞路面的时候是轮胎滚动的噪音，有坑洞路面的时候就是那拱拱拱拱拱那些不是很好的一些声音啊。所以它的优点就是操控没问题，以 SUV 来说，不管是小的或大的 SUV， 整个转向方向盘很准，引擎和变速箱的搭配也很成熟。可是这台车就是优缺点都很明显，你能够接受这台车的缺点，那它的优点呢，你就会非常的享受。